很让人讨厌。演技小课堂，如何演绎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？对，我老公也不站在我这边，警察就更别说了。对，然后其实这块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你的情绪从前面那种亢奋对抗，然后变回了委屈，变回了一个母亲失去女儿的母亲的样子。还债中了吗？对不起，先回去吧。先回去再说，好吧？哎，放手！好看，好好。我要晕了，前一天已经不行了。我真的崩溃了。